高喊动算，柯文哲马不停蹄打地面战，扫街拜票，来到年轻人大本营西门町。见到柯文哲超兴奋，民众一个个冲上前抢着拍照，人气破表，还得出动工作人员维持秩序。柯文哲索性当起人形立牌，站定点让大家拍个够。排队人龙更绵延好几十公尺，就像偶像见面会。另一头学姐黄静莹也助攻催票，支持改变成真，持续发声。现在捷运中山站和民众拍照打卡，下一秒再转战西门町。学姐黄静莹就在我们西门町的现场，热情粉丝轮流拍照。学姐就算和柯文哲合体，人气也不相上下。他一个人就是一天可能跑五个行程到六个行程，实在是嘎不过来，所以陈医师也有负责一些。那我这边呢，我就想说我可以负责一些晚上的部分，那年轻人比较常出来走动的地方，我就可以来跟大家拍拍照。分进合集拼命催票。至于对手姚文智阵营，对于大巨蛋和竞选经费北检按铃控告柯文哲，市长阿贝似乎不以为意。明天早上再统一回答了。哎呦，吃完又是那句老话，毕竟当务之急还是能拉几票算几票，剩下的统统抛到脑后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